香山在哪个城市哪个省？香山公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买卖街40号，是一座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。景区内主峰香炉峰，俗称鬼见愁，海拔575米。早在元、明、清时期，皇帝就在香山营建离宫别院。每逢夏秋时节，皇帝都要到此狩猎纳凉。1956年开辟为公园。香山公园主要景点有香山寺、红光寺、双清别墅等。香山红叶驰名中外，每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是观赏香山红叶的最好季节。观赏红叶一定要逆光，这样更能欣赏红叶的美。自1989年起，香山每年都举办以观红叶为主题的红叶文化节。